我今天就准备公开给你们看一下，像我这样的女生的车子都放些什么东西，干不干净，脏不脏，乱不乱。Let's go。Hello， 我是 MCMHMA Kelly。车子对于一些人来说可以算是第二个家，有些人因为工作的需要，差不多大半天的时间都是在车上度过的，所以车上一定会放一些他们必须用到的东西。那有些人说男生比较会照顾车子，男生的车子都是比较干净，会定时去清洗，而且车内东西的杂物都会整理得很干净，而女生却是相反的，女生都不怎么照顾车，不爱洗车，车内的杂物都是乱乱放的。真的是这样子吗？别的女生我是不知道啦。像我的话，今天我就公开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车子到底脏不脏，乱不乱，顺便给你看一下像我这样的女生，一个女汽车销售员车上都会放些什么东西。为了今天的拍摄，我昨天还特地把我的车送去洗，不然你们本来是会看到一辆很肮脏很肮脏的车。没错，我就是属于那一类很少洗车的女生。现在我就给你们看我 MCMHMA 的车里都有什么东西。原本的 carpet 不是这样子的，原装的 carpet 是这样子的，后来我就换了这种 Maggie Man 的 carpet。 等下我会告诉你们我换 Android carpet 的原因。我的车上就是会有，这是我的做工鞋啦，做工鞋都放在这里。然后我的车内还有，这个是必备的咯， Smart Tag Tissue， 这个是那时 MCO 的那个划线的信，还会有一小块的布，有时下雨上车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抹干身体。还有这个是因为我有养宠物啊，我的 QQ， 所以哦，我每次都会有那个毛发在我的衣服上面，所以上车的时候我就会把它的毛发给粘掉啦。太阳眼镜，这个 spare 的自拍棒，啊，很乱啊，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整理啊。不过这也就是最真实的我啦，就是这样啦，一些锁匙啦、卡啦，OK 啦，这没有什么的，不用看。然后这有sanitizer 咯，消毒的口罩。我还会有另外一双高跟鞋，比较美一点的高跟鞋，也会放在车上搭配衣服用的。抽屉。我的卖车妹的名片好像没什么机会用到啊。这是急救箱，这个是 spare 的，这个小布袋放在这里，有时要送人的话随时可以送。handphone holder， 还有这个 parking card， 有时候紧急的时候找不到停车位就会放上这张卡片，所以当那个被我挡住的车主他就可以马上通知我来把车移走啦。这里也是有一块 spare 的布，可以来抹干身体的。OK， 我的车还有这个我的外甥们放的玩具，然后这个是用来装狗的，这个矿泉水瓶是我帮我的朋友收集的，因为他要来做废物利用的东西，所以喝完的水瓶我都没有丢，我都会收集起来然后拿给他。这 jacket 一定要咯，有时候可能冷的话，可能去看电影啊，还是去什么地方的话可以携带。哎，我的车后箱，出车的 ribbon， 顾客的 carpet， 还有一些送给顾客一些小 free gift， 还有我的几双鞋子啦，就这些咯，没有了。是不是很简单？其实我车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啦，都是平时我工作需要用到的东西。相信大部分的车主都是用这种 Maggie Man 的 car mat， 那这种 car mat 也是有分薄的跟厚的，薄的大概是80多块这样，可是薄的它很容易磨破，那么厚的呢就像这种100多块的，它比较耐用，也是有分品质，所以它的价钱都大概是在100-200左右。那我在用 Enzo 之前就是用这样子的 Maggie Man car mat， 我是用厚的，用了差不多一年了，我是用到不错啦，只是有点咸了咯，它就是这样子，黑色又没有什么设计，而且满街都是，我又比较喜欢用那种比较特别一点的东西，然后要有点设计感的，于是我就上网订了 Enzo car mat。 当我收到 Enzo car mat 的时候，我感觉它比较重，它用的材料是 heavy duty， 而且是很耐用的。那我会弃用 coil mat 换成 Enzo car mat 的原因，其实还包括 coil mat 它不是 customized 的，而且沙和水它会在里面，
然后就会滋生细菌。你表面上看起来它很干净，但其实那些沙水啊，其实都是藏在里面了的。就算你用吸尘机吸啊，还是这样子拍打，但其实那些沙子啊、肮脏啊，它进去了其实就很难出来了的，久了就滋生细菌了咯。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亲身体验啊。之前 QQ 他晕车，在车上吐，吐到我整个 coil mat 都是他的呕吐物，然后他的呕吐物就是这样掉进去里面，然后我怎么用水洗也洗不出，然后我需要花时间去用纸巾那样一点一点慢慢的把他的呕吐物给拔出来。就是那一次我决定把 coil mat 换掉。 Angel mat 呢，它是可以 customize 的，个性化选择，他们根据你的车款做出的形状是绝对 fit 到你的车的，而且你还可以选择颜色哦。我选择黑配红，就跟我车的是一样色系。Wow. Angel Car Mat 有车扣，底部有防滑钉，而且耐用的材质够重，所以 Car Mat 就不会移来移去了。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真的不管上下车多少次，它都是稳稳的紧贴在表面。Angel Boot Mat 的 Surface 可以预防后面放东西的时候，车在走动的时候东西也不会移来移去。 Angel Car Mat 防火，所以抽烟的人呢，以后不用把烟蒂丢出去了，直接丢在 Angel Car Mat 上面，你不用担心 Angel Mat 它是不会被烧破的。杜绝垃圾虫由你开始，看我不管我怎么烧它还是美美的，你看 Angel Car Mat 防水不清理，没事，洗一洗就好了。而且 Angel Mat 它有 Silver Ion， 洗的时候冻到水还会释放杀菌的功能呢。哇，这点绝对是我必选 Angel Mat 的原因之一，而且它也很快干，大概15分钟左右就干了。今天天气不是普通的热，你看我的满头大汗就知道天气有多热了。所以拍片容易吗？不容易，麻烦你们多多 support 一下。今天的 Angel Car Mat 开箱就到这里了。为了感谢看到这里的你们，我决定送出一份大奖，只要分享这个影片的人就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那么被我抽到的幸运儿呢，将会获得一套我用过的 Maggie Man Car Mat， 上面还有我的鞋子的香味，还有 QQ 的呕吐味。我对你们是不是很好啊？好啦，开玩笑的啦，我像是这样缺德的人吗？ Yeah. 如果没有打算换车的你，也是可以考虑换一换 Car Mat， 这样也可以增添生活上的一些新鲜感哦。我是 MC Matchmaker Kelly， 我们下次见，拜拜。如果你也要跟我一样，把你的爱车换上一套耐用又美观的 Angel Car Mat， 可以浏览 Angel 的网站，他们就会把 Angel Car Mat 送去给你啦。